请来观众。我们在3月4号、3月5号，台北大道城。啊！亲爱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孙凯琳，我是徐立坤。我们在3月4号、3月5号，在大道城戏院，我们演出《美男子窦连魁》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云晨，非常高兴呢这次可以参加大道城青年艺术节美男子窦连魁的演出，那非常欢迎大家呢能在3月4号、3月5号来大道城戏院欣赏我们的演出，欣赏别于不同的歌仔戏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来